腾讯视频2022年怎么办脱口秀专场收官现场，我们携全体编剧给全球腾讯视频会员朋友们拜年了。经过一整季的努力，我们终于录完了一整季。这一季轻轻松松宇宙最强编剧部历时整整半年，终于度过了6个月。过去的9期我们走入了各个行业，分别是行业一、行业二、行业3等行业。我们走进了公安局，是自愿的。我们走进了民政局，不是为了离婚。我们走进了烧烤店，又走了出来。我们还走进了录音棚，别的慌。就正如这美妙的歌声中所唱的，我们一直秉持着绝不憋着的精神，因为憋会让人心情抑郁，憋会让人气短心慌，憋会让人大脑缺氧，憋它就是甲鱼。啥呀？哎，程璐啊，说到憋啊，咱们今天还没说今天的主题呢。哦，对哦，庞博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，我们今天专场的主题是别憋着。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能够一吐为快，也可以自由自在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有请李诞。是艾伦苏醒，我说快点啊，别一会儿说到一半人就凉了。很开心啊，来到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的收官夜，非常兴奋，很久没有参与这种大成本大制作低评分的综艺了啊。李诞，诞总啊，搞团综其实简单的很，你们得先红再糊掉才能做团综啊，不能上来就直接做，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努力的糊一把，加油，你们肯定可以的。我们那个节目能成呢，因为我们6个人都足够的糊啊。别人做节目时刻都要考虑，哎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彼此的黑历史那是光光的往外说啊，毕竟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，顶多失去彼此。什么张远做婚庆歌手啊，苏醒砸电视啊，王栎鑫离婚呢，说了个遍啊。当然你们也天天说离婚了啊，这点算是学到皮毛了，就差一个砸电视的婚庆歌手了，王冕看好你哦。好，
看了我们节目的观众都说呢，很难得在一个真人秀里看到有真感情的嘉宾。那可不，我们几个都是一路落魄过来的，感情相当纯粹啊，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因为根本没有利益。名气大的那几个啊，张杰啊、魏晨啊都没来，很遗憾，他们这几个一直红的人就这样错过了翻红。内娱呢这几年比较流行复古啊，因为现在实在没什么好东西啊，有好东西谁还看老东西啊，包括耀庆哥啊。哎比如说现在的音乐啊几乎没法听啊，我这个老东西的机会就来了啊，有一首歌叫破亿，之前上了热搜啊，是吐槽影视圈的，那我唱两句啊。啊，大概就是开机被刷屏，一部烂片又破亿，朋友圈里的圈里人在相互作戏，好像不跟着点个赞就会被唾弃，谢谢。是不是还可以啊？这是我5年前写的，我现在才找到机会打歌，我手上还有80多首歌可以打的啊。这些歌都挺有表达的啊，不光吐槽影视圈的，还有吐槽音乐圈的，吐槽 idol 的，仗狐行凶嘛，就只要你足够狐，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啊，想喷谁就喷谁，我那不是简单的狐，是喷狐。当年的内娱呢还是很精彩的啊，我们当年比赛唱歌是要全开麦的，虽然有瑕疵但是真实，现在别说全开麦啊，半开麦已经是很努力的哥哥了，更多的是假唱，挂个 tune 啊，自己不出声闷声发大财、啊、居然连脱口秀演员都要来假唱，哎，就你们那个什么团歌啊，什么别憋别憋别憋，就那么几个字还要对口型，还对不准。假唱啊也是有门槛的，不是人人都能假唱5分钟的好吗？现在的 idol 呢就是被包装的一点瑕疵都没有，完美的像个假人啊，他们只活在自己的广场和超话里。有一次我看一个 idol 发微博，头5分钟啊只有10几个评论，第6分钟咣的一下干到3000，你不这不扯呢吗？要所有人都蹲那儿踩点给你评论是吗？我从头盯到尾，我跟你说除了我没有人那么闲啊。那有人就说了，你天天盯着微博干嘛呢？我在微博趴活啊。现在好多节目都说要你邀苏醒啊，就连披荆斩棘的哥哥你邀名单也有我，就没有一个实邀的。我就不明白啊，就你看我现在啊，没活档期多，没咖位配合度高，没市场不涨价，我只想对这些节目组说，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，你明天找我也可以啊，后天我就怕你记不起。还好呢，感恩啊，脱口秀节目没有忘记我，又找了我一次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现在是有活就干，有台就站。我知道我可能还会再糊，但我不在乎。哎，双鸭 skirt。其实说个心里话啊，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糊。万一你们糊了，再做出个爆款的团综，就再也看不上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苏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门。我觉得一定有人会疑问啊，就是说这最后一集了，为什么要让一个最糊的上来讲脱口秀呀？因为最红的都去50个朗诵了呀。我相信你们看了节目一定也知道，就是我们每一期最重视的就是这个开场秀。这个节目一开始的初衷是要把我们9个打造成脱口秀第一天团，发展了这几期啊，我们现在就是齐鲁民间艺术团。
而且我在这个节目里边也是干了很多事儿，让漫才、唱歌、跳舞，我啥都干了。媒体还采访我问的，说：“哎，为什么要这次在节目里尝试这么多喜剧创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写不出脱口秀了呀！我要是直接能站在那叭叭逗你们五分钟笑，我至于干这个？别！”刚刚这个苏醒哥批评我们假唱，对吧？但他可能有所不了解，这个别人假唱确实是不尊重观众，但我们假唱就是为了尊重观众啊。你说我们的脱口秀演员一个个真的唱的比说的难听多了，让我们真唱和直接骂你们没什么区别。录那个团歌的时候，我就四句话录了两个半小时，后半夜就那个录音师跟我说：“莫恩啊，看见外面的狗了吗？他都学会了。”而且录节目真的特别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有几期他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录的，公司呢把设备送到我们那儿让我们自己录。那几天我可太丢人了，就别人出门都是拿物资，什么蔬菜、鸡蛋、肉，我出去一箱一箱往回拎摄像机啊。后来那小区越传越邪乎，就说4号楼302的小伙子快撑不住了，准备记录自己的最后时光呢。而且我就发现现在的综艺就特别流行去体验别人的行业啊，我们也整，我和呼兰去送外卖，就你们点外卖的时候见过呼兰那种白白胖胖乐乐呵呵的外卖员吗？啊，就是我要收外卖的时候，我看见是他，我都怀疑他偷吃我外卖了。你这个小浣熊，腮帮子鼓囊囊的，啊？是不是藏着我黄焖鸡呢？藏着黄焖鸡，你张嘴怕啥？冲冲冲你的。然后我们体验一天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累很辛苦。但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无法真正感受人家的辛苦，就是我觉得让艺人去体验普通人的工作这个事儿就很滑稽，它滑稽到什么程度，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我反过来给你讲，一个高贵的公主要去体验民间生活，然后她的水晶鞋换成了小草鞋，在平民家里是吧，擦桌子收拾灰收拾屋子什么也干不好，坐在地上感慨，哎呦你们的生活真是太辛苻了，然后一看表，妈呀，11:50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再不走我的五星级大酒店就要关门了、啊、然后呢，哦，我的商务保姆南瓜车在哪里，回头的时候还不忘跟平民说，你们真的好辛苦啊，我会让粉丝给你们点赞哦。平民们收拾着公主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表示不是生活太辛苦，是您太娇气了。然后其他真人秀我觉得也真的没啥意思，就是比如说那个恋综，我感觉他们就是顺着年龄往上拍，对吧，先拍谈恋爱，谈恋爱完了就是结婚，结婚完了拍离婚，离婚完了有二婚。我现在就是感觉会不会很多年以后65岁的李诞接了一档恋综。恋综的名字就叫续弦吗老伴儿。李诞绝对是那个综艺里面最受欢迎的男嘉宾，所有女嘉宾都想跟他炒 CP， 那女嘉宾的儿女们都不理解，说妈妈你看上这骚老头子什么了，妈妈说，孩子你这回真不懂了，这老头一看就是酒精肝，指定走得早呀。然后啊，现在还有那种一线城市的观众啊，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，就是让那个明星去农村劈柴做饭啊，看的时候，哎呦啊，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呀，有什么好向往的？你过年不就回去了吗？而且这种慢综艺，你知道我最不理解的地方是哪儿？就是让一群在城市生活的艺人跑到农村去生活，然后把牲口当宠物养。
那小鸡小羊就是养的，起好名字，从小养到大，是吧？然后时不时头上配上花字，那小羊头上可可爱爱，是吧？我是一个内蒙长大的孩子，我从来没在羊头上看见过这样的字儿，我看见的都是40一斤，是吧？然后录完这次真人秀之后，我就真的发现，其实真人秀里面没有人是真实的自己，就是因为镜头会放大你身上的每一个点。比如你现实里你摔倒了，你就摔倒了，然后没什么了。但是如果在真人秀里你摔倒了，会先把所有人的反应都切一遍，是吧？啪一摔倒，你没事吧？所以我们呀，在镜头里面就会变得更夸张、更友善、更文明、更好。就正如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所说的，镜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文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。上个节目而已呢，怎么就把公司送给我了？感谢感谢我的好员工李诞啊。很开心来到怎么办专场。李诞之前说这个节目很难做，现在真的请嘉宾很难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是你们不会啊。请嘉宾只需要把人逼到墙角，然后跟他说，别说话，来说脱口秀。今天的主题是别憋着，那我就直说了啊。其实我不想当霸道总裁了，因为我不想再穿西装了。我现在到哪儿，大家都要求我穿着这个整套的西装。今年有多热啊！还要求我穿全套的西装，因为大家都说啊，霸道总裁就应该穿西装啊，这是众望所归。对，你们是众望，我众属。所以今天这条短裤就是我最后的倔强。而且制作单位非常过分啊，不仅要求我穿西装，还要求我穿着西装跳舞。跳，来，跳舞有什么好看？跳舞有什么好看的？到哪都说来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跳舞有什么好看的？实在是啊，这个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没有办法。好，好，这个西装也穿了，舞也跳了，现在要言归正传。好的。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慢综艺啊，叫这个《追星星的人》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慢综艺主打的是一个快节奏。每天早上4、5点钟就要起来化妆，然后自驾赶路，一天开几百公里，然后到了晚上呢，好不容易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这个时候导演说，快点出来看，星星出来了。我都崩溃了，导演，早上4、5点钟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关键呢，就是我出场特别花时间，因为还要穿3件套的西装，真的很费劲。那个节目呢，不光有我，还有我亲爱的学长吴奇隆，两个人加起来今年刚好满100岁。其实根本不用抬头看星星，我们两个坐久了之后，只要站起来，就看到星星了。
你说人到中年这么久了，追随什么潮流呢？前一段时间听到身边几个年轻人在一块聊天，说哈，还在玩剧本杀、土包子，现在都玩飞盘儿。听到这个话，我就默默地把我的大富翁收起来。然后放在我的象棋旁边。当然了，我觉得年轻人呢，这个追求这些流行的这些玩意儿呢，就是包括露营啊、飞盘啊，那是为了合群，对吧？有同侪压力啊。但你要说十几年前，你说我去野外住一晚，人家肯定觉得你有毛病吗？啊，在家待着多好呢，有空调、有电视，关键还有象棋。我跟你说，我下象棋的时候特别霸道，动不动我就跟人家说，别说话，将军。而且现在关于什么娱乐圈有一些人设啊、标签啊，比如说什么吃货、毒舌、人间清醒，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的。当然了，现在连我也不能免俗，也有标签。我在前两年一个戏《下一站是幸福》里面演过一次别人的舅舅啊，在剧里面各种怼我的外甥女啊，不惯着她，观众说怼得好，说我是国民舅舅，我惊了，想不到人设现在可以分得这么细啊。老公负责挣钱，舅舅负责治病，二舅专治内耗，大舅专治矫情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呢，很多事情会看不惯，火气就会有点大啊。看看我们刚刚苏醒，骂流量，骂 idol， 哎，这个苏醒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这些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对吧？骂也没用，我就跟他们说啊，就烦死他们，怎么样啊？恋爱了没有啊？啊，被拍到了没有啊？实锤了没有啊？热搜撤了没有啊？续弦了没有啊？其实说了这么多看不惯的事情呢，不表示我不能够理解，我当然理解啊，在很多事情我内心都是理解的，其实大家都不容易，对吧？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之下呢，让自己舒服一点，愿意露营的就去露营，愿意玩飞盘的就去玩飞盘啊，不想穿西装的就不要穿西装啊，愿意跳舞的那就跳会儿吧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也不憋着了，再见。跳舞气氛就会特别好，没有音乐干跳气氛也会好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柳岩，今天特别开心。最近呢，梦华录确实挺火的哈，谢谢大家。比如我现在走在路上啊，有人认出我了，就会喊我。对，不像以前，大家只会追着我喊，燕子，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都是骗子，岳云鹏没我不照样活得挺好的吗？三娘呢是一个很敢说的人，而我在生活里啊说话特别谨慎，所以我演三娘的时候非常过瘾，平时不敢说的话我在剧里都能说。有一次我演得太投入了，工作人员呢都提醒导演，哎，他台词里没这句。导演说，我知道，你没看他手里提着刀呢，他想说啥你就让他说啥。其实呢，我们梦华录剧组啊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剧组，有时候呢为了拍一个日落的镜头，一整个剧组
就在那个湖边等日落。你们和刘亦菲一起等过日落吗？太难了，根本分不清哪个更美。那天其实都没有太阳，大家呢都只顾着看刘亦菲，都忘了看天气预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剧组。我在这个剧里有一场哭戏，演得广受好评，大家都夸我，哎，饰演得不错，真好，真好。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特别会演哭戏的，刚入行的时候拍哭戏特别投入嘛，那叫哭的一个惊天地泣鬼神，把自己都感动了。然后导演就说：“刘岩，你再来一条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我演得那么好？”导演说：“你自己回来看一下回放，你哭就跟笑似的。”我当时就笑了。导演说：“哎，你现在别哭，开机了再哭。”最近呢，除了拍《梦华录》，我还去上了一个恋爱综艺，当那个观察员。我上那个节目，立马就被人吐槽说：“柳岩又没结过婚，几年也没谈过恋爱了，有什么资格当观察员去给别人建议啊？”那我想，那我就输出呗。我在里面就说了很多的金句，又有人说：“柳岩这么清醒，活该单身。”我就想说了，我这个年纪能不清醒吗？不光我清醒，男人看到我更清醒。虽然我很清醒哈，但我妈还是会催我结婚。她还说，你再不找对象啊，就只能找离过婚的男人了。所以今天来到效果文化，我好害怕呀。我听说他们刚刚已经为我打起来了。我现在已经40加了，都说40不惑，其实我还挺多困惑的。我身边的年轻的朋友都不带我去玩密室逃脱，你们都玩过是吧？羡慕你们。他们说了，带你玩不开心，你年纪大了，你被 NPC 追的时候我们还得保护你。我说这不就是男生带女生玩密室的初衷吗？他说是，我们就年轻的女孩那是英雄救美，救你那是出于道义。我现在跟男生已经不能异性相吸了，只能英雄吸英雄。但话说回来啊，很多人也挺羡慕我的，觉得我现在40加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事业有成，也挺精彩的是吧？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挺想有个伴儿的，开心的时候哈哈哈，有个人陪我一起哈哈哈，没有一个人陪我哈哈。我现在不上恋综哈，但是以后说不定的。刚才蒙恩就提到了嘛，续弦吧老伴儿。我还有点心动，不过要是效果的人都来我就不上了，我可不想他们又为我打起来。我现在没有什么执念了，我不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了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。没有好的剧本啊，好的角色啊，那我就安心的生活嘛。以前呢我是为家人打拼，现在呢家人生活也都过得挺好的。有多好呢？我妈都开始谈恋爱了。所以呢谈恋爱就像拍戏，要等得起。拍戏你可以等日落，谈恋爱也可以等夕阳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柳岩。建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诞。我们是建国和李诞。
我怎么过呢？我朋友，恍如隔世啊！我们上次一块讲漫才的时候，你还是单身呢。我现在也是。露脸吗？提这干嘛呀？多大能耐似的？我们这些年变化很大呀。啊，那确实是变化最大的呢，就要跟你汇报一下，郭仔，我会讲漫才了。学会了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漫才就是两个人一起演一个情境啊，一问一答。举个例子，比如啊，我演一个专车司机，我演一个安全带。我跟安全带怎么一问一答？你得演个人啊！再来，我演一个专车司机，我演司机的女朋友。好恶心呀、啊！你演个男的，再来，我演一个专车司机，我演个男的。你爆上瘾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样啊，一问一答就好啊。我演一个记者，你演一个身家百亿的企业家，行了吧？不许爆了！我身家百亿不能报记者吗？不能啊！不能啊！行行啊，我身家百亿，你是一个记者，是，那我采访你一下啊。我今天到这里，你采访我干嘛呀？我采访你呀，反了呀！我采访你啊，李总你好，请问你是怎么赚到这100亿的呢？啊，主要是我的亲朋好友们烧给我的。你是死了吗？废话，100亿上哪儿赚去？满财呀、啊，不用考虑那么多。我再问一遍啊，李总，你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呢？是我爷爷去世留给我的。哦，那你爷爷为什么这么有钱呀、啊？是我烧给他的。你烧给他，他是你倒腾什么玩意儿洗钱呢？不是这样的好吗？不是，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。来，我卖车赚的，我一年呢卖几十亿的车。那您是卖什么车呀？豪车，豪车，豪车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为什么有人这不是摇摇车吗？怎么会有人买这么多这玩意儿？我爷爷买啊。爷爷买个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不还是洗钱吗？我不问这些了，我问问你怎么花钱。你说一个你比较花钱的爱好，好吧？花钱，花钱。我呢经常要去各大豪华商城啊门口坐摇摇车。你坐摇摇车能花几个钱呀？坐摇摇车上路罚单很贵的。那玩意儿能开上路吗？你开它你能去哪儿啊？去见我爷爷。那你是撞死了呀？你这样，李总，成功人士，咱们得有一点高端的消费。你说一个最花钱的。花钱啊、我比较喜欢读书。我最近呢尤其喜欢莫言。读莫言老师的书很花钱吗？啊不，我都是请莫言来当面给我读书。你太没礼貌了。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得者。你们有钱人太变态了，哎，那你都请莫言老师读他的什么书啊？哦，我都是请莫言读我的书，《鲁大的脱口秀工作手册》。你对莫言尊重一点啊？我对莫言很尊重啊！啊，我都是这么说的，读一段吧，莫言爷爷，别提爷爷了。老李，你发现没有？咱们两个人越来越老了，但是咱们的漫才越来越幼稚了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漫才就挺幼稚，漫才不就这样吗？我看肉食动物、白雪公主什么，哎，这一段比肉食动物强多了。漫才本身、就是、说什么呢？太帅了！说什么呢？我们在后台憋好久了。弹幕啊，他说他们俩长得比我们好，老板说的对呀。这个时候没必要装傻了好吗？不是，我觉得确实是长得还不错，是，但是呢，应该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。对，所以我觉得
我们两个可以带着他们俩演一段。哦、可以啊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么老多人，那咋演漫才啊？没事，你俩跟着我就好了。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今天来采访你的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呀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。四个记者嘛，就我一个记者，好吧。你好，我是记者，我是按摩师呀，我是顾客呀，我是隐藏摄像机。是去暗访了吧？就正常采访，正常采访，好吧？哎，首先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拍一个封面，好吧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唱！这是暗访结束以后了吧？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，我呢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三个成功人士。啊好吧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啊！怎么把名片嚼了呀？一打有范，口袋装，轻巧便携，随身放，独立包装，好分享。直接插硬广是吗？不愧是成功人士啊！不是，今天啊，我们是这样的啊。我是准备这个在家里采访你们，啊、先去我家吧。啊、来，好的，好的，上车。哎，好，哎。你们俩还没报够吗？不去你家了呀？去我家，去我家，我给你们开门。啊、好啊，好。哔哔哔哔，噔噔。哔哔哔哔，噔噔，哔哔哔哔，噔噔，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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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到底是不是一家呀？去李总家，去李总家呀！滴滴滴滴，啊，密码锁、指纹，还有虹膜，高科技啊！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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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卷帘门的话，之前那些没必要要了呀。妈，开门啊！妈，家里有人啊！家里有人，直接开门进去就好了呀。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准备好了吗？三，你们怎么紧张起来了？一，墙来了。哔哔，都怪你啊！没人告诉我家里还有机关啊！重新来一遍，准备好了吗？三，二，一，墙来了。成功了，哎，再来三，还有一，第二面，三个人动作不一样了，哔哔，都怪你啊，不是，没人告诉我还有啊，你们教教我好不好？教，这样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错了，好吧，我们从头来，好吧，从头来，嗯、好吧。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。有点啥？我是记者，从哪个头来的呀？我求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进屋，进个屋坐下，坐下聊，坐下聊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够了呀！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蒙。这个脱口秀的舞台啊，有一点很期待，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怎么办脱口秀的专场啊。但是我有个疑问，为啥体育这场没我呢？蛋总，咱们那个这个世界冠军嘛，压轴，压轴。哎呀，
不得不说你还是李诞会说话。哎呀，我滑了这么多年都没他圆滑。是不是啊？咱今天这个主题啊就叫别憋着。别憋着呢就特别适合我。为啥适合我？你们都知道我就是嘴停不下来。当时我也没想我的眼睛就是尺能这么火，是吧？然后呢给那个黄浅江老师憋成这样了。上一次人来的时候录完你们节目给我发微信，哎呀我跟你说呀，你不知道一个人说话有多么的爽。我说嗯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熟悉我的都知道我被观众称为短道大魔王，经常呢有对手一听到我参加都想退赛，所以啊我经常在赛前鼓励对方，哎呀比赛成绩不重要，你只要来参加比赛在我心里就已经是亚军了。没办法，姐的眼睛就是尺，姐的嘴巴就是直。现在很多人说我是他们的互联网的嘴替，是吧？刚开始我还不清楚，后来我一了解了，就是很多人看网上说谁说话说的比较好，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，哎，然后呢就说你是我的嘴替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太推荐大家老用这个词啊，为啥呢？如果你每天都在互联网上找嘴替，那你这是不是嘴笨？当然了，如果做嘴替是吃好吃的，那我挺愿意替大家尝个鲜，比如海天蚝油，吃火锅吃烧烤都可以加一点，我已经替你们尝过了，鲜到心坎里啊。这个我录了很多综艺啊，录了很多节目，也和一些艺人大家在一起录，然后呢其实跟我录过节目人都说我说这个萌姐呀，在镜头前和在镜头下其实他都一个人，不会去为了镜头去迎合任何人，是吧蛋总？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都特别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靠的不是迎合别人，是赢别人。确实是赢了很多人啊，然后也得了很多奖牌这个事儿，然后真事儿啊，我给大家讲，我之前我回我们老家，我的老家乡，家乡呢建了一个短道速滑的冠军博物馆，然后呢他要找一些这个奖牌在馆里，我就把我这些打包吧，打包我带回去，带回去我过安检的时候哈，人家安检大哥就是问我这包里都有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没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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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些金属，没啥。然后呢，这不行，这，你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最后我真没办法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能跟他摊牌了。我一摊牌出来，哎，50来块金牌。摊在那里，他就说问我，哎，你还有没有了？我说其实吧，我这个包里边还有10多块银牌，10来块铜牌，但是没办法，拿不出手了。退役之后啊，我也开了一家体育文化公司，我都没有对外招人，只签约了一些退役运动员，就是想给他们一些再就业的机会。过程也很简单，就是拿着冰刀在他们耳边轻轻地问签不签，一般都直接签了。当然也有一些玩标枪的玩击剑的啊，签约过程也是比较曲折。对，当然了，这些啊都是开玩笑。所以我签约以后在我们公司和所有的运动员感情非常好，跟公司员工也非常好。签约呢并不是为了挣运动员的钱，
而是希望能有更多退役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，所以大家感情相处比较好，他们都宠着我。在外我是大家的盟主，回到公司我就是他们的可爱的萌萌啊。哎，说了挺多，最后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，干啥都别憋着啊，该摊牌的时候咱就摊牌，同时也希望大家别再让我当你们的互联网嘴替了，你们要学着自己说话，自己去得罪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蒙。全场朋友跟我们一起唱超生气好不好？我们试一下超生气。DJ Let's go。Easy!